姐姐，咱吃自助呢，你能不能拿点贵的呀？这个贵，这个比这个贵3块。不是，你拿那么多他干啥呀？你算呀，这儿是89一个人，这个10块钱一瓶，那我喝8瓶，是不是直接就回本了？那老板不得亏死？不是，咱是来吃饭的，你拿点吃的呀。啊，对，拿吃的。不是，你就拿点凉菜啊。下桌，那你拿点海鲜不行吗？这不有海带吗？不是，海鲜吃多了它不能喝酒。水果大汁儿，我爱喝水果大汁儿。来的喝不了，别喝了。不行，还没回本儿。我喝了12瓶，老板不得亏死？我觉得亏死。我太赚了。不吐了啊！我不能再吐了，再吐我就亏了。